问题就是，如果一个人他，比方说他业障很重，50%这样，他是不是如果说他身体有一个病啊，然后他做一个手术，他这样一个手术做下来，其实就可以消掉他很多的业障啊？不一定的，做手术是只能消掉一点点业障，因为他痛，他受罢了，听得懂吗？但是不代表他的根解决了。就像一个人伤风感冒、发烧、打针痛不痛啊？痛了之后他的烧退下去了，但是并不是代表他为什么会发烧的根他没有找到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明白。嗯、哦，这样子，好的，是还是要努力念经啊。对啊，好了，傻姑娘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师傅。啊，再见。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。保重，再见，拜拜。